爱的感召。这是一个由听障演员表演的节目，200多名演员用手语进行表演，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，抒发一捧捧深情真意。他们用手语表述，用心在表达。在这个节目的表演中，演员们用手语讲述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讲述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鼓励、等候、交流。这是他们的日常，这是他们的成长。伴随着现场歌曲《你鼓舞了我》，一个个爱的故事逐渐叠加，一道道声波不断回荡，一层层爱的表达在不断升华。所有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汇聚在一起，就是那份最真诚的爱，和谐、愉悦、恬静，这是一片关于爱的纯净世界。